你说，你说不说，现在最后的情况也是五人。好，我知道，那这情况，你这不你叫咱姨们来了都是说，就讨论啥？你的目的是啥？你给咱大家也得说一下。讨论后事。你说讨论后事也都是正常，你选择是放弃，然后都是看看后事咱安排，是不是这意思？ 你别说我，你病可真了，咱家那大家那大，不见得叫孩子呢。他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好歹长一个，别聊人口，咱们正儿八经干正事。我聊说的啥？我说的。都干了，对不对？都干了。别啥都是方言。来，做完了，做主基本割了，算。啥？走吧。基本割了，来走，去医院做手术了。 走，那都害怕，这一听见这都不能了。